大家好，好榮幸代表中國永達汽車服務控股有限公司，多謝 AM730、PR Asia 亞洲公關以及鳳凰港股頒發傑出上市公司大獎2021嘅獎項俾我哋。呢個獎項既係對我哋過往工作嘅肯定，亦為未來嘅發展帶嚟極大嘅鼓勵。作為中國領先嘅乘用車零售商及綜合性服務供應商，永達汽車擁有強勁嘅豪華同埋超豪華品牌嘅組合，致力為客戶提供一站式嘅全方位汽車相關服務，建立咗以華東地區為中心嘅廣泛網絡，並不斷拓展業務至其他地區。藉住呢個機會，我僅代表永達汽車衷心感謝廣大客戶、媒體、投資者對永達汽車嘅認可。我哋有信心，亦有決心繼續努力，俾高品質嘅服務成為永達汽車不懈嘅目標。永達汽車一直秉持成為美好無憂車生活嘅首選品牌嘅使命，堅持以服務贏得市場嘅匠心理念，秉承誠信追求卓越嘅企業精神，以及踐行你身邊的汽車服務專家呢個品牌形象。在永達同仁全體努力之下，公司即使在疫情之下仍然能夠保持業務規模快速增長，盈利能力持續改善，運營效率大幅提升，以及管理不斷提升。永達汽車將會專注於我們業務在豪華汽車品牌結構上面，我們會不停擴展我們網絡，在高線的城市繼續我們收購合併的機會，而且我們將會利用我們的網點優勢，加大我們二手車的網絡業務擴充。我們現在二手車都會有這個零售和這個經銷業務，未來二手車將會是永達汽車業務增長的一個亮點。永達將會加速佈局新能源汽車服務產業，分別與新能源汽車造車的新勢力品牌、國內領先的自主品牌以及國際傳統豪華品牌，就新能源汽車銷售服務展開積極的合作，依靠我們的人力、設施、客群、行銷管道等等資源的優勢，快速擴展網絡的佈局，積極參與商超的模式、交車佣金制模式、授權維修及集中式板品中心等等的新型業務運營的方式，在提升業務規模的同時，探索新能源業務服務產業鏈的商業機會。對內方面，永達亦都會致力改善我們的運營管理，提升能力，強化新車本地零售和庫存周轉的管理，做好售後服務的增長。另外，我們對於我們的客戶亦都會加強我們的服務工作，同時在推廣方面，公司會利用各個新媒體的方式接觸我們更多的新客戶，從而可以令到我們的客戶有更加全方位的服務。另外，公司會保持現金流和資產負債率的健康穩定，加強企業的風險管理能力。集團會從各個方面努力完成新的佈局，構建新的業態，打造長期可以持續成長的能力。